刚刚那个雨好大，它抱起来。啊！那大鱼呢？哇！我麻子，这要是可以，他家好几个了。兄弟，哇，全是鱼啊！你看，你看。哇，全是草鱼。哇，你看这些捉鱼的都不怕冷，就是为了这鱼的这些爽。哎呀，还要打点没？啊？你把这个大的，这个大的一个年子，这样，我年子还这么大。啊？嗯，一百钱不用拿的。哎，五千嘛，我要不，我也不用。这家亏我一十块钱。这是十块钱。这是虾头，大姐不是什么东西。买鱼先，买鱼了就回家。买鱼先行不行？我得抓水吗？被咬口了。那我红的是吧？对，大红的那个啥，大红的不是那个啥。五百油锅。大的没少。你好大的红的，那鱼吗？那个大的七八斤的红的。怎么称呼？怎么一锅？这个是个大虾嘞。我大姐，鞋子等一下去哪里？不，正常鱼。哇！看见没有？哇！看见，看见，看见。什么鱼啊？回锅要人的啊，回锅什么鱼？这不是跟斧子呢，有点像吗？那鱼怎么的？一会儿啊，你吃啥？这像跟斧。哎，这虚菜的，这是台湾菜。哎，对对。这没吃鱼呀？也不吃，还不吃鱼，这鱼很好吃的啊。三叉鱼。呀，么？不是啊，不是。好晚上，爷爷去了呗。好。坐。人牛的，我说说，来。你大声点。我这个马的都这么着劲儿呢。兄弟，你这样呢？